僧王山卡拉扬瓦素塔2538年藏传药师佛，纯银材质，非常稀有，对身体不好，久治不愈，吸烟应酬多，业障深重，堕胎人士一定要恭请。你可以假装有钱，假装幸福，但是你无法假装健康。为什么总是感觉无论做什么事总是阻力大？那就是因为你的业障。业是我们前世欠这个世界的债，障是一个无形的盖子，阻挡了运势。只有把业障清除，把路障清除，人生的道路运势才能更加通畅。欢迎订阅本频道，了解更多佛牌知识。